like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ke the ground shake.有请2019哈尔滨国际时装周开幕式主持人洛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点燃城市热情，共享时尚盛宴，欢迎各位莅临西城红场，参加2019哈尔滨时装周全民时尚造物节的开幕式。本届时装周得到了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由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黑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哈尔滨分会、南岗区人民政府、鸿博商业共同承办，由鸿博会展购物广场、鸿博广场、西城红场协办。哈尔滨时装周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充分展现了哈尔滨浓厚的时尚底蕴，彰显了时尚之都的城市风范，更得到了国际时尚界的高度认可和赞誉。2019哈尔滨时装周的主题为全民时尚造物节，用热情创造，用激情创意，点燃城市热情，共享时尚盛宴。今天我们能够见证并参与其中，荣幸之至。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出席本次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中国服装协会会长陈大鹏，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哲，哈尔滨市委副书记艾立明，哈尔滨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万平，哈尔滨市人大副主任杨杰，黑龙江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张丽娜，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台长杨晶，黑龙江省网信办主任谭宇红，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袁晓光，工大高新董事长王明秀。同时我们欢迎黑龙江省直有关部门、哈尔滨市各相关委办局、南岗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嘉宾，欢迎各位。与此同时，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设计师，国内外的超级时尚买手，全球100余家知名新闻媒体，以及国内各地服装行业人士、专家学者，对各位的到来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各位。
首先，让我们有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特邀副会长、黑龙江服装协会会长、鸿博商业总经理王丽梅女士致辞。尊敬的孙瑞哲会长，尊敬的孙哲市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来自30个国家的国际设计师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的西城红场，华美绚丽，流光溢彩，荡漾着时尚与艺术的芬芳气息。2019哈尔滨时装周全民时尚造物节正式的拉开了帷幕。在这样美好的时刻，我代表黑龙江服装协会和鸿博商业，向出席今晚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国际设计师以及所有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哈尔滨时装周已经走过了8年的历程，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位国际设计师在这里相聚。哈尔滨时装周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时尚秀场和连接世界友谊、共享全球资源、引领国际时尚实践合作共赢的平台，获得了国内外时尚界的高度认可和赞誉，打造了独具魅力的国际时尚 IP， 同时也推动了哈尔滨成为了一带一路上的时尚高地。在新经济时代下，产业跨界融合、内容为王的时代，作为哈尔滨时装周的承办方之一，鸿博商业多年来根植于家国情怀，形成了以鸿博广场、鸿博会展购物广场和鸿博中央公园以及西城红场为载体的3+1的生活平台，通过 S2B2C 赋能型的经营理念，并依托哈工大，实现了产、学、商、艺、康、旅6大业态融合发展，成为了科技生活的体验平台、产业转换的平台和市场发布的平台。我们始终传承和发扬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不断探索和创新，将城市的时尚基因转化为生产力，让整座城市感受时尚艺术带给生活的美好，也让滨城的百姓们时尚和生活的我们充满了仪式感。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设计师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借此机会，我要诚挚地向大家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长期以来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各级政府的关心与支持，感谢社会各行各业的鼎力相助，感谢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朋友们的舆论宣传，同时更要感谢所有的我们国内外的设计师对我们的认同和参与。在此预祝2019哈尔滨时装周全民时尚造物节取得圆满成功，祝愿所有的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的，在这里呢，我们非常感谢王丽梅女士的精彩致辞，感谢您。好，让我们把掌声再一次献给王总，谢谢。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先生致辞，有请。
敬的孙哲市长，尊敬的孙瑞哲会长，陈大鹏会长，尊敬的艾立明书记，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值此2019哈尔滨时装周在这美丽的西城红场隆重开幕之际，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中国国际时装周组委会，向本季时装周的胜利开幕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向为关心支持哈尔滨及全国时尚产业发展的各位朋友、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我要向这次哈尔滨时装周的组委会的主席王丽梅女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在我看来，哈尔滨时装周具有鲜明的城市印记和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我认为哈尔滨时装周有三大特点。第一，就是其探索时尚产业发展的首创精神。每一年的哈尔滨时装周都在新年伊始为中国时尚产业提供一个崭新的面貌。作为国内时尚产业每年的最初的第一个活动，哈尔滨时装周从不因循守旧。无论是从新锐设计师的发布基地，还是北纬38度时尚联盟秋冬装服装的研讨和研发，商业联动 showroom 跨界的联合，到多元文化的表达，哈尔滨时装周一直在努力，并且充分发挥了哈尔滨的时尚文化特点，不断加强和国内外时尚机构、国内外时尚城市的联动。可以说，哈尔滨时装周的影响力经过了8年的发展，在不断的扩大。哈尔滨时装周已经可以和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时装周相媲美。第二，哈尔滨时装周探索城市文明转型与时尚产业转型相互叠加的规律。哈尔滨作为远东地区具备时尚基因的重要都市，近年来在城市发展、结构调整、城市转型方面不断的探索，从生产文明到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从生产要素的资源整合到文化创新的活力塑造等方面，哈尔滨都具备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哈尔滨时装周敏锐地抓住了当下的时尚产业和城市文明转型的机遇，并且把时尚和城市的动能转换相向而行，以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推动城市的消费，推动整个城市的时尚文明进程。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在时尚中的重要表达。第三，哈尔滨时装周不断探索国际时尚与本土文化元素的融合。可以说，国际化是哈尔滨时装周的一个重要标签。每年都有来自世界上的主要的时尚国家的时尚界人士、设计师、模特等等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与龙江的白山黑水独特的文化风貌与国际化的时尚元素相互交织，奏响了哈尔滨时装周的时尚奏鸣曲。当前中国时尚产业在新时代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按照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对于整个纺织服装产业的3个新定位，也就是
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和文化引领的时尚产业，三个重要的新特征。当前按照纺织工业联合会的要求，中国时尚产业正在充分发挥科技对时尚产业的基础性推动作用，充分探索中国时尚产业在构建时尚话语权的过程中如何发挥绿色可持续时尚的作用，特别是充分发挥文化对时尚产业发展的核心作用，挖掘本土文化元素与国际时尚的重合的机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特别是国内巨大的时尚消费市场的潜力，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工业 4.0、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促进中国时尚产业转型升级。可以说，当前中国的时尚影响力、时尚话语权，伴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今天身处哈尔滨，身处西城红场，这样一个具有历史印记、具有城市文明和时尚魅力的新城市地标，聚合更多的时尚产业资源，以设计创意为纽带，以设计师为核心的载体。可以说，哈尔滨的时尚格局正在形成。我相信哈尔滨时装周在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领导下会变得越来越好。我由衷的希望哈尔滨时装周在探索城市文明转型和时尚产业发展中能够为中国时尚产业做出更多的探索、更多的尝试。希望哈尔滨能够产生更多的优秀的时装设计师，希望时尚文化能够成为这个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希望哈尔滨人能够变得越来越时尚。我愿意为哈尔滨的时尚充分地发挥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中国国际时装周的作用，与相关部门一道为塑造更加美好、更加时尚的哈尔滨一起努力。最后，由衷的祝愿今晚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都能过得愉快。谢谢各位。好的，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张秋回先生带来的致辞，感谢张主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哈尔滨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万平先生致辞，有请。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一月的哈尔滨，冬日暖阳，玉树银花。今天，国内外时尚人士欢聚一堂，参加2019哈尔滨时装周，让银装素裹的哈尔滨分外妖娆，使文化底蕴深厚的哈尔滨更具魅力。在此，我仅代表哈尔滨市政府，对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对哈尔滨发展以及哈尔滨时装周的支持和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时尚产业是城市经济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四季鲜明的气候赋予了人们创新的灵感，欧亚文化的交融让百年历史的哈尔滨沉淀着浓厚的时尚底蕴和时尚基因，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也为我们这座城市铸造了迈向时尚之都的基础。
哈尔滨时装周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得到了国内外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成为哈尔滨对外开放的一大特色窗口，也是哈尔滨向外界展示城市文化魅力的城市名片。2019哈尔滨时装周是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与哈尔滨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时装盛会。本届时装周的举办将有力推动哈尔滨时尚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型业态、创新时尚供给、激发产业活力，形成多重的带动效应。哈尔滨市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哈尔滨时尚产业知名品牌的发展，扶持知名时装设计师的引进和培育，为时装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最后，预祝2019哈尔滨时装周圆满成功，祝愿各位来宾在哈尔滨时装周期间留下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张市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2019哈尔滨时装周大幕的开启，让我们以时尚之名共燃时尚热度，共显时尚态度，共享时尚盛宴。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哈尔滨时尚产业通过时装周这一国际时尚 IP， 加速商业转换，扩大产业对接，实现合作共赢，进一步提升哈尔滨在国际时尚领域的辐射力、权威力和引领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2019哈尔滨时装周开年大秀，共同领略国际顶级设计师全球首秀作品的时尚魅力。
hope you find somebody. I hope you find somebody. I hope you find somebody to love. Somebody to love. Somebody to love. Oh,
Thank you.
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2019哈尔滨时装周开幕式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见证，谢谢。下面有请各位领导、嘉宾、设计师上台合影留念，有请。